蜜蜂财富智慧理财私人管家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要闻。今天是2021年7月26日，澳股盘后，美股盘前，我是主，今天助理分析师团队有 David、Wilson 以及子熙。今日要闻包括四大部分，第一部分重点关注，第二部分市场快讯以及行情简报和每日一股。首先，我们来看重点关注 S&X 200材料板块表现亮眼。S&X 在创下历史新高后回落，Crown 股价下跌，比特币上涨。S&X 200在早盘交易中攀升至上周创下的纪录高位之上，而后下跌1%至7394.3点。S&X 受到材料板块的提振，Lynas Rare Earths。在报告其季度销售业绩增长40%后，上涨10.5%。Lynas、Alumina、Redbubble、OZ Minerals 和 Champion Iron 一起进入了涨幅榜前列。下面是市场快讯，三则来源于 F2 的新闻。A2 Milk 扩大了其执行团队，A2 Milk adds to its executive team。A2 Milk Company 增加 Amanda Hart 为婴儿配方奶粉的首席人力和文化官。第二则，Can Group 目标融资2000万澳元，目前亏损1820万澳元。药用大麻集团 Can Group 正在寻求投资者注资2000万美元，以改善其 Mildura 的制造设施和营销的投资。第三则，NAB 悉尼今年预期房价飙升21%。NAB 将今年对悉尼房价的增长预期提高了7个百分点以上，至21.6%。下面两则来源于 CNBC 的新闻。第一则，由于中国科技和教育股暴跌，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%。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在周一下午的交易中下跌6.55%。第二则，美中会晤的开始伴随着紧张气氛。北京官员称关系处于僵局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周一在与美国副国务卿温迪·希尔曼的会谈时表示，两国关系目前处于僵局，面临严重困难。下面一则来源于 F2 的新闻：Best and Last 在首次亮相中上涨。Best and Last Group 股价在开盘时上涨4.2%，至2.25美元。此前以每股2.16美元的价格上市。行情简报部分，标普澳交所200指数今日收于7394点，单日下跌0.0014%，基本没有什么变动。下面我们来看 S&X 200的涨跌幅以及成交量排行榜，涨幅榜前三名，第一名 LYC 涨幅为10.58%。AWC 5.25%，OZL 3.91%。跌幅榜前三名，SLR 跌幅为8.05%，A2M 5.60%，以及 CWN 5.19%。成交金额排行榜，第一名 BHP 成交金额为192.7 million 澳元，CBA 139.6 million，CSL 135.35 million。下面是仙股部分，涨幅榜前三名，第一名 QPM 10%，CAP 9.68%，以及 NMT 9.17%。跌幅榜前三名，第一名 CAN 跌幅为17.11%，PLL 8.05%，PN 5.88%。成交金额排行榜，第一名 BET 9.96 million 澳元。POS 916万澳元，PLL 713万澳元，500万以上成交金额的股票还有 CXO 以及 GM。下面是今天具体分析的涨跌幅榜中的股票，首先是 LYC 涨幅榜第一名，S&X 200涨幅榜第一名，属于材料板块，今日涨幅为10.58%，成交额为1.20亿澳元。它是家澳大利亚的稀土资源开采公司，它在近日发布了价格敏感性公告。
季度活动报告，公司公布了截止至21年年中的季度报告。1.859亿澳元的销售收入和销售带来了1.92亿澳元现金，均创下公司纪录。下面是 CAP，属于材料板块，今日涨幅为9.68%，成交额为151.74万澳元。这只股票是仙股部分涨幅榜第二名。CAP 这只股票是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生产商，它在近日也发布了价格敏感性公告，销售邀约未被认购公司已从2021年7月6日宣布的授权邀约中筹集1183万澳元，有待最后核对，导致有1561万澳元未被认购。技术图形上，我们来看一年日线图。一年日线图可以看到，这只股票在21年年中变得活跃起来，并且整体上处于一个连续上升的趋势，但在近日陷入了一波盘整。下面是三年周线图。三年周线图可以看到，这只股票同样一直处于一个上升通道，以及其五年月线图。下面是 CN，属于仙股部分跌幅榜的第一名，它属于制药、生命和生物和生命科学板块，今日跌幅为17.11%，成交额为232.49万澳元。它是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大麻研究公司，该公司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药物管制办公室授予的大麻研究许可证。他在本日也发布了价格敏感性公告，关于资本筹集公告。一年日线图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只股票在21年年初创下新高之后，迎来了一轮连续较为快速的滑落，并且在本日的较大跌幅中，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。三年周线图。以及其五年月线图，三年五年来看，从2018年年中开始，年中以前已经开启了其下行通道，并且一直延续至今。下面是我们的每日一股部分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Westpac WBC，属于银行板块，当前市值为908.34亿澳元，市盈率为19.77。净资产收益率 ROE 6.3%，最新收盘价为24.62澳元，年分红率为4.69%。它的主营业务，这家Westpac 成立于1817年，2008年它与 Saint George 银行有限公司合并，它提供零售、商业、银行机构和金融服务。公司亮点方面，这家公司有较高的股息率，以及它是在2021年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澳大利亚的大银行之一，它在 SIX 的排名为第四名，以及行业排名为第二名。下面是 SIX 200的，sorry，下面是 Westpac 的技术分析。一年日线图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只股票同样处于一个连续上涨的状态，但是在近日有所滑落，并跌破了60日均线，但是整体上来说，自20年年中，大概8、9月份开始，这只股票一直处于一个上涨的通道，涨势非常的迅猛。今年一年，这只股票上涨了38.5%。下面是三年周线图，周线图可以看到，在2020年3月份疫情来临的时候，这只股票有一个连续的下跌，但是在疫情之后开始了一个快速的反弹，近一年的快速的反弹，但是这轮反弹并没有突破之前三年的高点，三年它这只股票的跌幅为15.5%。下面是五年月线图，同样月线图来看，这只股票
远没有达到，近一年的反弹远没有达到之前的高点。可以看到，这只股票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触及了35块钱的5年高点，之后处于一个连续下跌的趋势，直到疫情后有所反弹。5年，Westpac 跌幅为20.7%。下面是今天所有新闻的信息来源。感谢您的观看。